火星，火星往上调，松弛一点，手臂懒一点，1、2、3，不要去摆动你的手臂，要找对拉的感觉。调身体变，身体把它拽过来，哎，沉放大了啊，走，快的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顺势1、2、3、4，前调起来，盖回来，落调。2、3、5、6、7，落顺势1、2、3、4，身体调回收，好，放松，同学们，今天咱们又讲到了古典舞中行提运用的身体的感觉的第二课啊，这算是第二课，因为咱们第一课重点讲的是旁提元素本身，今天咱们重点讲的是